猜猜我是谁？看我那几个问题揪住你啊！好，来吧，抽牌。来抽牌。来，你先吧。前面你拿的牌是男士还是女士？我的是男士。好，扣掉。好了。好，到我了。你的有没有戴耳环？没有。没戴耳环。戴耳环在哪儿？一个，两个，就两张了。好，那位有没有戴帽子？我的没戴。没戴帽子。嗯。戴帽子扣掉。好，就三张。你的有没有露牙齿？露了。露牙齿了，我把没露牙齿的关掉。嗯，没露牙齿的，这个也没露，这个也没露。嗯，这个露了，这个露了。好，到你了。你那位他有没有胡子？我这个有胡子。有胡子。嗯。那把没胡子的扣掉。没胡子的，好了。那你那个，你有没有胡子？有。你有胡子啊？我把那个胡子扣掉。哎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。好，到你了。你的那张牌，它是不是黄色头发？是的。是的。哎，我就两张了。那你的有没有戴帽子？没有。没戴帽子。那你那张牌，它头上有没有一撮毛？那就是这个喽、哦。是